需要使用的人员是愈来愈多，不过咱台湾就遐尼小，要安怎造成这个双赢的局势呢？在新竹市的海山渔港最近完成太阳能光电系统，这总面积有到6000平方公尺，这一年差不多有123万度的发电量。除了发电以外，当年还有50万的回馈金会给新竹市。配合国家能源发展政策，新竹市甲民间公司合作。在海山渔港设置太阳能光电发电系统，一年会当有123万度的发电量，而且吊钢架系统隔宽4.5公尺，方便渔民底下骹整理鱼具，免阁曝日头。咱渔会伊嘛咧争取要一个曝网场，或者是整网场，啊，但即马有这绿能安尼甲伊开发，这个对渔民来讲是真方便啦。啊，我嘛希望讲以后会当搁再开发较快咧。因为我近海边系统业者包特别无同款的设计，增加发电效率。在整个材料的选择跟整个结构方面呢，都必须要依当地环境的需求呢，去做一个技术上面的一个努力哈。所以呢，我们不管是太阳能板的选择，还有材料的选择，还有钢构方面的整体的设计呢，都为我们未来的12级风做准备。我们渔民的作业车辆可以比较不费力的进出这个地方，这里同时可以兼做停车使用，也可以让渔民修补网具使用，所以不但是渔民营，然后呢还有市政府的照顾渔民的心意，以及企业同时给渔民整个的良好的作业环境。目前新竹市规划长期的太阳能光电系统有21个所在，完成了后，一年按算有1415万度发电量，希望提早完成能源转型的目标。记者张君和，新竹报道。